转回国内来看到行动装置日新月异，第十五届行动创作奖19号正式开跑，到8月10号为止，展开为期114天的征件活动。竞赛内容分成了4项，更请来音乐制作人陈子鸿担任评审长。除了总奖金400万元，加上得奖者扶植计划，预算高达上千万，希望能吸引民间高手一展长才。彩球升起，绚烂极光代表创作者绽放创意光芒。有行动创作奥斯卡奖之称的行动创作奖迈入第15届，今年以能不能 I'm possible 为主题，19号正式开跑，到8月10号为止展开为期114天的征件活动，还特别请来音乐制作人陈子鸿担任评审长。年轻人就 dream and impossible dream， 就是要鼓励大家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创作，然后不断的努力，才有可能会有好的作品出来。除了评审阵容星光熠熠，今年特别将过往的微电影与行动影片整合，设置微电影组，让创作不受时间、空间和器材的限制。还有原创歌曲、讯息文学和原创贴图4大竞赛项目，总奖金高达400万元。那我们每一年办这个活动，其实都是用千万的这个预算在执行这个专案，我们都会在我们公司的这个4个服务上面上架。比赛结束之后，业者更会媒合素人导演拍摄公益微电影，辅导优秀影视因人才往专业领域发展，鼓励所有民间高手踊跃投稿，以创意打开无限可能。郑廖婷、许秀明台北报道。